前世忍辱。今生相貌端正。接下来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。呛呛赔赔呛，真烦人。妈，我去帮笑笑倒杯热豆浆。数学作业好像还没有收进书包里呢。我得去看看，免得一会儿忘记了。好了，天哪，刚才好险呐。笑笑，
事务忙，忙多错，知不知道啊？做事情可不能总这么慌慌张张的呀。今天还是迟到了。闹表我已经帮你修好了，谢谢小宠哥。以后别再这么慌慌张张的。以后不会了，我决定以后每天早起20分钟，时间充裕了就不会慌张了。吃饭了。来了。明天6:30起来。对了，姐姐说要借我漫画书呢。笑笑，你不是说今天早起20分钟吗？怎么好像又晚了20分钟呢？学校上课时间变了吗？这下完了，洗漱完不吃饭也要迟到了。本来想早起的，谁知闹钟定错了时间，真倒霉，太倒霉了。虽然是笑笑的错，可看上去好可怜哦。又要迟到了，又要迟到了。肯定要迟到了。这次你不会迟到，因为你有这个加速陀螺。速度好快呀。看，你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慢了吧？你说话好慢呢，我先去洗漱了。哇，连水流的都这么慢呢。哎呀，拜托了，快一点儿。不要着急，其实不是水变慢了，是笑笑你的速度被加快了。多亏了你，虽然今天早饭是去学校吃的，可我没有迟到啊。没什么，关键是笑笑今后要记得做到事务忙哦，明天早点起吧。不过这个陀螺真是个好东西呀。我就知道，借你的东西让你还给我，一定没那么容易。好吧，不过你只能再用1周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小丑哥，谢谢了。不过只能用1周，就1周。慢慢做，不着急，这样就不会出错了。想到作业这么快就写完了，去找牛牛踢足球吧。来，
笑笑。小何，你这是离家出走？不是，我是去帮店里收货款的。小何，你真懂事儿，我要向你学习。你看我写完作业就去踢足球了，一踢就是踢两个小时，也没想起来帮父母的忙。数学书后的作业你做得那么快啊，我刚刚才做完。笑笑，你可真厉害。怎么会呢，就几道题，我很快就写完了。十几道题呢，而且思考题特别难，我想了很久。啊，哎呀，这下糟了，一定是下课前老师留作业那会儿，我想去厕所，一着急听错了范围。牛牛经常不写作业，所以才出来踢球。哎呀，这下有的补了。有了，加速陀螺。写完了，加速陀螺，你真是太神奇了！嘿，嘟嘟嘟嘟嘟，垃圾箱在哪儿呢？哎呀，原来垃圾箱倒了，我来把它扶起来吧。别跑啊！哇！笑笑，你的动作好敏捷呀！没想到你很有公德心嘛。不算什么。啊，要是我也能像笑笑一样快就好了。那样就能帮父母更多忙了。我还要帮爸爸妈妈收钱，我先走了啊，再见。要不我帮帮小何吧。咱们用了不到半小时就把我要三个小时完成的任务都完成了，好神奇啊。哇，这个是小何的爸爸妈妈感谢我帮助小何才送给我的。哎呦，真倒霉。不是你倒霉，这回知道了吧，东西不能乱丢。哦，其实还有件倒霉的事呢，昨天晚上我用加速器写的作业错了许多，一会儿改正一遍跟重做一遍都差不多了。这也不算倒霉，谁让你要利用加速器完成作业的，重做一遍也好，加深你的印象。加速器要是既能加快速度又能提高质量就好了。我还要去帮城里迷路的流浪猫找个家，你好好改作业吧。反正也有加速器，不如先帮小何收收钱吧。笑笑啊，今天你就别帮我了，今天没几家人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笑笑啊，来吃点水果吧，顺便把今天的数学卷子拿出来让妈妈看看啊。哦，知道了。哎呦啊，咬到自己了，真疼啊。妈妈，我这就给你拿数学卷子去，你等一等。这孩子做事总是忙忙叨叨的。
糟糕，不会是把数学书落到学校了吧？那我怎么改作业呀？笑笑，以后做事别那么着急。你看，刚才苹果都掉到地上了，妈妈已经给你洗干净了，继续吃吧。谢谢妈妈，不过我先不吃了，我有东西落在学校了，我要去取一下。一定是放学时一时着急，忘记把数学书装进书包里了。啊，哎呦！哎呀，这下糟了。哥哥，我回来了。你在练习单腿站吗？加速陀螺坏了，照这个速度，走到明天都不一定能到学校了。就算像近些的牛牛、小何借书，也会来不及的。明天一定交不上作业了。早知道会这样，刚才就不那么着急拧加速陀螺了，可现在已经这样了，哎呀！怎么办呢？嗯，爷爷好。怎么一切恢复正常了？好了，别想了，是我发现你不对劲，及时施了法术。以后不许你再用这个陀螺了。啊，小宠哥，别这么绝情了，再借我一天吧，我还有作业要靠他完成呢。哎，这不是小何吗？这是我全部的积蓄了。我本来是要等爸爸过生日时送他一条新裤子做礼物的，可现在还是算了，谁让昨天和笑笑一起收钱的时候收错了呢？他也是好心，就别告诉他了。爸爸，这是那天收上来的钱，我忘交给您了。好。哎，加上这110，这账就对上了。小何，很晚了，快去睡吧。嗯，爸爸也要早点休息啊。嗯。爸爸，等明年过生日，我一定送你一条新裤子。都怨我，干什么都匆匆忙忙，不但害了自己，也连累了周围的人。我也有错，以为只要你有充裕的时间，就可以改掉做事忙乱的毛病。我要负责。多亏了你，我终于明白自己的问题了。你说什么？嗯，好了，这次妈妈会把钱给你的，你尽快还给小何，以后要记得做事不要再这样忙乱了，知道吗？嗯。你能把事情诚实地告诉妈妈，很好，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。不过本来妈妈要给你买个新书包的，发生了这件事，妈妈就不再给你买新书包了。知道了，妈妈，旧书包也挺好用的。笑笑这孩子慢慢的懂事了。那个小何，我想借你数学书用用，我的书落在学校了。笑笑怎么不提给钱的事情啊？
定不要着急，慢慢来。再检查一遍。哦，这下可以放心睡了。检查果然有用啊，发现了两处错误。啊！哎呦，还有一件事情。差点给忘掉了。爸妈，我上学去了。放学早点回来。路上注意安全。知道了，爸妈。哎，笑笑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给，书好像变厚了。小何，由于我做事忙乱的原因，让咱们一起收的钱少了110块钱。这笔钱不应该用你好不容易攒的钱补，应该让我来补。妈妈说。知错能改错就是好孩子，对吧？嘿，你可千万不能还给我哟，不然以后朋友没得做了啊！笑笑，谢谢你。好，这集讲的是事务忙，忙多错，意思就是说做事情不要着急，慌慌张张容易出错，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哦。再见。呵，小宠的动作速度真是好快呀，果然不是一般人。亲人，有你。
护持台湾救狗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，划拨账号5001-6766 5001-6766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8-660 012-001-198-660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。方便之心爱不坏的爱，心它不坏它永世最生无比超出相爱，临时所作皆成就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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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